你今天拉了我的手，也拉了宋汉明的手。我跟你说过，男生的手会乱拉，你忘记了吗？你很奇怪耶，居然因为一个拉手。宋经理，今天又想到什么新招，帮师奶加快心跳？感觉到了吗？白师奶，你心跳那么快，你完蛋了你！我要当你心中最特别的那个人。